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係2020年10月4號啦，咁啊想講下10月第一個禮拜嗰個恆生指數期貨嘅部署係點樣咧？咁我再想講翻就我慣常用咧，就係結算咗之後嘅第一口價咧，作為嗰個買賣嗰個起步點，即係用9月30號啦，23,450點咧做嗰個起步點。咁嗰日咧就最高就行到23,777咧，即係向上行咗1.39%。向落咧就係23,326，即係下調咗0.53%，高低波幅咧只有451點，即係得1.92%。咁其實係未滿足到一個月常見嗰個波幅嘅，一個月常見嘅波幅起碼有成7% 啊，至10%多都有。咁睇下今個禮拜究竟係向上突破23,777咧，定係向落跌破23,326，咁先至知道咧今個月大戶係想殺大啊，定係想殺細？咁其實做期權買賣就係一個推算法嚟嘅，冇話絕對嘅啱同埋錯啦。咁好似打仗一樣啦，就係做一啲部署啦，睇下佢點走咧，我先至行下一步棋啊。咁啊，進取人咧其實仍然可以沽 call spread 收期權金啦，或者係等佢反彈去到可能係238啊、237啊、236咁樣啦，就係可以去買 put 咧，揾24,000點咧就做一個止蝕位。咁啊，如果唔係咧，就等佢有方向性先至做動作咧，都未遲啊！今日想講嘅咧就係咁多啦，有咩可以留言，大家傾一傾嘅，拜拜。